的人要出来喽，我们一起热烈欢迎胖叔叔！耶！有没有跟胖叔叔？丽泽姐姐、各位老师、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！胖叔叔，大家好！今天的题目好玩了，要到大家想去的地方去玩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今天的故事啊，是让大家做了一张神奇床，到很神奇各种地方去玩。我们可以在天空数星星。所以一开始的一首歌叫做在自己家的床就可以出去玩，可以飞出去，哇，好棒哦。对，好，我们要跳一首歌叫做数星星，大家请起立。哇，我们现在起来一起跳舞好不好？很美的一首歌，我们现在想象哦，有很多的星星，好多星星，对不对？好多亮晶晶哦，左右摆，哇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满天都是小星星，哇，好，满天都是小星星，闪闪放光明，好像微笑的眼睛看着我和你，星星数也数不清，代表我的心，星星闪闪亮晶晶，满满的爱都给你。要来数星星哦，伸出一只手指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六五四三二一，我的爱和我的心全都属于你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六五四三二一，星星如果有听见，请他告诉你我爱你。我们要在星星上面跳舞，把手放在上面转圈圈，再转另外一个方向，左右摆，我们要飞在天空中。满天都是小星星，闪闪放光明，好像微笑的眼睛看着我和你，星星数也数不清，代表我的心，星星闪闪亮晶晶，满满的爱都给你，数星星，想待会儿要坐着神奇床出去旅行哦，想想看小朋友想要去哪里、啊、好，开始数，伸出手指，请他告诉你，他告诉你我爱你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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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拍拍手，好棒，大家都跳得好棒，请坐下。